荷兰一家公司最近研发出一种革命性的防腐胶带，这种新材料不仅环保无毒，而且具有自动粘合的特点，不需要特殊的加工，就可以广泛的应用于油气管道的维修保养，被亲切地称为管道的创可贴。这种新型粘弹性防腐胶带是由一种环保的粘性液体物质制作而成，具有优质的粘结性，施工简单，且可用于各种物体表面。防水防腐的特性使它可广泛用于管道的修补、防漏和防腐。公司负责人将这种胶带的特点形象地比喻成管道的皮肤。So the first layer is more like your skin around the pipe, flexible, but a layer which can absolutely not crack, tear, get brittle at all. And even this first layer can never, never degenerate over time.目前，这种防腐胶带已被壳牌、法国天然气公司和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公司和燃气公司广泛使用。除了油气领域以外，未来这种新材料还可能在防洪、游泳池建造、屋顶防水层等领域发挥作用。